不落的。我爸说，哎，天黑也不休息。我们这里的天气凉了，准备早点把谷子包了，不好冻到。我妈说好想过来帮忙。哦，那，哎，欢迎你来帮忙。来了，大勇回来了。哦。哪里有袋子？来，把水放哪里？太大声！我那是捡的麦子，把这边吃点吃回来了。把这边吃点吃，你给这边补一下。好好。他来了。马黄，这个眼睛，我叫我马黄，啥意思？马老王有医生，黄金好。你来了不都？嗯，对，谢谢你好，黄金好，打死我你们，打死了。妈妈，你也要吗？要。好，谢谢啊，好好，谢谢。嗯，反正你现在不管，就要吃点鱼它。千万别动大鱼的话。大鱼要不要？马上我下来自己拿啊。别过去哈，你大鱼的好高哟，好吓人哟。你好辛苦哦。妈妈，嗯，还有几天没洗过澡了，身上那么臭。他冬天他就不洗澡了。这个是不知火，刚才我去包了，不小心就把它碰了一下，两个，好心疼啊！现在呢都快六点钟了，我就下来把饭做了，开始做饭了。最近呢更新视频呢比较慢，因为家里面的活太多了。今天呢，随便做一个红烧排骨吧。我婆婆还有小朋友他们呢，就在我们家隔壁对面那里去吃酒到晚了。今天呢，我们家邻居有结婚的，在家呢就有我、我哥还有我大嫂还有万里四个人，随便做一下红烧排骨。这排骨呢，是我已经把它煮好了。然后拿来做红烧。我嫁到中国，中国的美食做红烧呢，我觉得我个人做的比较好，因为我家里面品尝了，他们都说很卤味，口味呢是很不错的，就是相当于像四川人做一样的。我们家一家人呢平时一起团聚的话就等周末，周末了小朋友他们放学，然后跟我们一起回乡下包包果子，小朋友就给我们就是提袋子，挺热闹的。做啥这么香？红烧排骨。红烧排骨啊！哎，你看我今天包了几把？上次弄错两把，今天还是再给你加吧，三把有没有？翻倍了。翻倍了！一下我包了四五把，今天好像有四把左右。对。手都弄疼了。好，休息一下吧。嗯。我先做好了。好，煮饭了没有？煮。好，妈你好，不带你，哦，妈你好，哦，你会比我好，知道？阿姨他们回去了，拜拜。小雅，哎，你的饭做的越来越好了，就像饭馆里面的一样。啊，真棒，真棒！四川媳妇的。
完了吗？放完了。哎呀，这也太幸福了吧！回乡下干农活，还看见放烟花呢。我们这边习俗就这样的，结婚晚上都要放烟花。快去吃饭了。嗯，走。对，向左转，向后转，转错了。你的后面在这里，对着妈妈呀，转过来对着妈妈，向左转，向前转，好了，走吧，小雅。今天是周末，我们一家人也都回到了乡下。吃完晚饭以后，我大哥、我妈、我大嫂他们又去包果果去了，天黑了都还在包。今天也带小雅一起去体验一下，平时晚上我们从来没有包过果果。来，给你，快点打了打野的喊你。你把火打电话来了，那你听见没？等一下，别了。嗯，大姐。好疼，真的。嗯。哎呦，哪个有八有龙哥养母的？我有八有说你的，对不？他不见你了，你不还了的？让我喊了出来耶！对，没动，叫一捆捆来嘛。嗯，我爸说，因为我们包完了，我们正在我们晚上在包果子。我爸说，哎，天黑也不休息。我们这里的天气凉了，要打霜了，马上我们要准备早点把谷子包了，不哈冻到。我去摆就放着，没压了吧？没是好加脑了，是弄哎呀，人家喝的嘛打霜，那毛弄来，毛没没是脑，个嘞话跑火还没了。完了，你们太能干了，晚上都不休息。先靠弄，先靠弄，搞别怕，没让问哟。嗯，我妈说好想过来帮忙。哦，那，哎，欢迎你来帮忙，欢迎你来上。啊，人家我妈，我也能干。哦，来，我分享你的，就问你，还不让当当你，你问不你？开个来，你开快些，开些咩？不一样，老哥。就把老板带出来。就把老板带出来。我抱了哟。不一样，不一样。哎呀，你妈错了，你可真的厉害厉害了。怎么样，小雅？晚上包果果感觉怎么样？很好啊，挺凉快的。今天是周末，我们一家人都回到乡下了，哥啊姐啊都在家。平时我跟小雅晚上从来都没有来体验过包果果，今天也跟着我妈、我哥、我大嫂一起出来体验一下。